复盘物料之时间线抬腿下。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是那一定是你。当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作为这一次舞台评选的第一名第二名，下一次舞台的分组和选址决定将大部分由我们两位来进行。你像温柔的光缓缓降临，让我的黎明。Baby， 你的怀抱像个温暖代价，跟着我的烦恼。好的，干净啊。好的，接下来是四楼。你是我的依靠，无论天涯海角。你是最美的美好，对，亚轩。我觉得我们这组都很厉害，然后各种风格都很强。他可能就是酷，这两个 rap 很强，然后这个唱歌很强，跳舞很强，那我们组就是强的。那我呢？我选的都是我觉得是适合，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需要的是时间的磨合，大家彼此都可以擦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如果上天有旨意，你们俩每次都要睡在一起，不是？是因为什么呢？爱吗？是爱吗？是责任吗？因为你也喜欢吃老鲜的味道。哦，是不是要开始放味道了？像花开在春风里，你像温柔的光缓缓降临，照亮我的黎明。昨天晚上睡的，就是聊我都不敢睡，非要有人陪着他睡。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怕呀？行，我已经无言以。你是我的依靠，无论天涯海角。你是最美的美好。你先撒娇，不撒娇我就没这么给你买鞋。撒娇，撒娇，撒娇，这不给你买鞋。本次舞台，在下次的舞台评定里，舞蹈的队伍中，我们将产生一名淘汰者。受不了这种又走一个兄弟的感觉，真的不太舒服。没必要淘汰。我是不会让任何一个人走。迎着每场风暴的袭来，你信着什么颜色和时间竞赛，我心跳节拍。是呼唤的瞬间，蓄势地带，感动的瞬间，你的出现遥远那么远，不再看见。我们现在就是大家要一起来，就是把这个规则放到你眼中，就是把这个规则放到你眼中，就是这种规则。也许我素未谋面，也许你就在身边，这荒谬的世界。你眼中有过蓝色人海和山川，被遗忘的不再觉得世界孤单，谁规定爱是谣言，谁说它不能不散，这孤独的焦点我成全。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吗？哇，好痛。结果是不是人心很危险？还有谁跟着你们跑？他本来在那里切菜刀，切的是。まとめ合うだけで分かり合えてた。手と手握れば思い合えていた。そんな二人だけの当たり前。男人跟他对视，大概对视。不，哇，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对视了。会把他耽误去。那个他只是在说。
这样吗？你是不是要我？空腹風も一人の夜も君のいない部屋も慣れてきた時優しさゆえの連絡がいたずらに携帯の鳴らし体調を頑張って突然の L 絵文字のないショートメール遠慮しながら今でも僕を気遣うの寒いし寒いね又是你呀！把那个视频给他们放。没事，你这个视频都看了上百遍了，怎么可能不会？对呀、啊，你让我看的呀。对，你要不是天天看，你是日夜都在看。哦对。来来来，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对 ，OK OK OK。双鱼吗？说那么对。对 ，OK OK OK。双鱼吗？说那么对。